们很健康的，我们健康，我们健康，我们帮健康，我们帮健康的老婆，健康的。我比笑，我没笑了，还没有笑嘞，等一下嘞。我比笑，头领领领，还没有打，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连尾拿不到奖嘞。他不笑了，上神台了，我上台了。玩这种游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文邦追他的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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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追文芳的时候根本没有跟我们诉苦，他很幸福快乐。才怪啊！三天两头就打电话来，哎、欸、，brother 集合集合，要陪他度过伤心绝望的晚上。不过我觉得情侣之间有这个过程，过后才会苦尽甘来，然后磨合期过了之后就特别恩爱。是有啦，就比方说他在大陆跟他拍戏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，可能吵架或怎么样东西啊，点点滴滴嘛，情侣嘛。然后他就回来的时候就有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啊，不讲话啦，一个礼拜不讲话啦。然后过去北京之后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能和好啊，这样的东西。过分嘞，哎，吃饭嘞，吃饭啊，小姐。我整天没吃，你在这边吃饭，每个在下水牺牲，你是少爷，少爷，哎，按摩一下，你够了，来点水啊，来点水，小心我的饭，小心我的饭，少爷，少爷，哎，行，够力够力，可以了吧，先生，行，有空再来哈，好好好，好好吃饭，谢谢，这么忙帮个按摩，吃饭就好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吗？跟他。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吗？小什么生？嘿嘿 ，Daddy， 还没有十点半呢、啊。对，小什么生吗？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好小生的吗？对。下去啦 ，Daddy。其实我非常了解他们心里面是想说要祝福我的。你想太多了。谢谢他们，谢谢。Yeah.红的一层。